鸟鸟喜欢吗？鸟鸟若是喜欢，阿富都给你买下来。阿富不必买，鸟鸟都能做。嗯，我家鸟鸟就是聪明。哎，大妈，看看这个！哎呦，这是最新的式样。哎，哪个好啊？这个。儿啊。哎，怎么了，阿母？ 来，我看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阿母，那个簪子好看。哎呀，是吗？好看啊。好看。哎呦，这两只珠钗，泱泱更喜欢哪一个？大伯母替泱泱选吧。这个更清雅。 适合泱泱，好，就要这只。哎。 田家酒楼为何会卖灯笼？这灯笼多少钱一盏？女公子怕是第一次来上元节灯会吧？这灯笼啊，可是不卖的。若女公子想要灯笼，需解开上面的谜题才可。嗯，多谢。何意思啊？答不出便自认见识浅，自有博学广文之人觉得有趣便答得出。让开！何必推开别人呢？你想要什么，只管告诉我，我去拿就是。我想用上那只灯笼，你去给我迎来。 这个灯谜我不会，你换一个。你不去替我迎这盏灯了，我大可换个人去。楼上袁公子可解所有灯谜。袁公子。 左三又是什么呀？左三，先人带钱，月息30，9日归，当立几何？请袁公子作答。6钱7厘5毫。6钱7厘5毫。正。又一，玉之容，石之晶，表如日月，黑如垂星。 对我有些意思。两知情，猜一物。孪生兄弟对面坐，模样衣裳俱相同。可惜，一人言论一人哑。为何？只能是在照铜镜了。照。啊！全对了。又二，灯笼之上乃一幅春意图，草间雀影，猜一字。那个是我要的。袁公子自答。快点想想办法。 草间雀影，好一幅春意图！一条无头无尾、无脊梁的鱼，可解此题。这是日字，袁公子带上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猜不出灯谜，我灯笼都被人拿走了。这袁公子什么来头？这么厉害？当然厉害了，他师从白鹿山书院黄甫先生。 3年前，朝中召选天下大儒汴京时，年方18的袁公子拜师汴京，名满都城。你不会连他的名号都没听说过吧？我第一次来灯会，自然不曾听说。原来是个没见识的，就是，难怪不晓得这每年的上元节就没有袁公子解不对的题。要是年年上元节都来猜谜，年年都能答得出来，这人得有多无聊？楼阳。 你好歹也在白鹿山书院就读过些诗，怎么跟单家公子差那么多？看什么看？袁师兄是绝世之才，我资质平庸，自然是赢不过他。别说是我，普天下又有几个人能赢过他？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你这种长他人之心、灭自己威风的德行？ 这袁善姐，当真爱出风头。这些灯笼，可要送到您府上去啊？不必了，随便找个地方挂起来，挑着亮的。哎，袁山剑，这便是你行事不够厚道了啊！咱学院的人好不容易绞尽脑汁才想出这些谜面来，你可倒好，这一口气全给解了。 难道就因为嫌弃此处不够亮堂？有什么问题吗？